梦想努力追，马儿也会飞。没错，又再是我马飞。欢迎收看这一集的飞一班训练。距离上一次的飞一班训练应该是好几个月前了。那今天非常荣幸的，我们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国手，羽毛球国手，就是等一下我们再进去看哦。走 ，Let's go。那我们今天呢是在热闹的羽毛球场，刚才有出现一些小状况，因为他们说要来这边拍摄需要申请。经过一番周折过后，走。隆重欢迎我们的羽毛球国手吴小妹吴景威。嗨，大家好，我是吴景威。吴小妹吴景威，马来西亚前国手，曾经获奖无数，其中包括两次世界青年锦标赛冠军、今年奥运会冠军等，是马来西亚一个不可多得的天才型球员。那第一个回合通常我们会做热身哦，你有没有安排一些训练菜单给我呢？有接很多菜单。来，我们事不延迟，马上开始热身。是要怎样呢？拉筋吗？先跑动啊，应该跑动啊，来回跑动。OK， 跑哪里呢？哇，我觉得你应该有 pro 啊，这些东西。不会、啊，可以穿帽子吗 ？OK， 好，我脱帽子啊。脱帽子，脱帽子。来，不要跑太快了，有腰受伤。来呀，哦，你可以吗？你的腰。不要动太快哦，不要动太快，应该是 OK 的。你们国手是做什么热身呢？好像在比赛之前。来回跑动先激活啊，然后再 static 的。stretching， 然后就直接就拿球拍来挖了。对，我感觉我打的球是歪来歪去，是吗？你打的球很直哎。不错不错，你打不错。这边腰很伤哎。OK。热身完毕，现在我们来进入第二个环节，就是我们来玩 horse。你有听过 horse 吗？篮球的没有。哦， horse 就是每个人，我们两个人分别出一个题目， uh-huh. 就是可能你要做一些 trick shot 啊，一些高难度的动作。Uh-huh. 然后你出完那个题目过后，你必须要做到的。Uh-huh. 然后我要跟你做。Uh-huh. 如果我做不到的话，我就拿到一个字母 horse H。OK。然后所以先拿到 H O R S E， 所以就输了。啊，对。所以我们不要玩 horse 这样多字母，我们玩badminton 嘛，我们就玩 B A D 了。OK。所以先拿到 bad 就是那个人就是 bad 了。OK。OK 啊，所以你先出题哦。Trick shot。啊，随便你。你总之你要做到那个动作，然后我要跟着你做。可以。然后如果跟不到的话，我就拿到一个 B。好。然后再跟不到，拿一个 A， 这样子。OK， 你先。第一个 trick shot 啦，beat the gate 的 trick shot 就是。OK。你需要一个人丢给你吗？哦，自己丢啊。自己丢也是可以。这个算了吗？我看你应该第一个 bat B 的就是你拿、哦。这个我丢给你也可以，你要 ？OK， 来啊啊！有这种感觉，你有几次机会？这个没有一次吧、哦，但是我可以 try 了几次，我已经拿到一个 B 了， okay, 来我们 try 了几次啊？ Okay. 哇，可以哦 ！OK OK， 可以 ，OK， 现在啊到我出题哦 ，OK， 我们这样子后面打，打到后面啊？没有打过完就可以了 ，OK OK， 可以啊。班门弄斧，我们先 ，OK 啊，啊 ，OK 到你，没有，你不一定要出一样的，啊，很快就拿到 B A 了 ，OK 到你，多一个、啊，这个。然后现在我们要进入下一个回合，你有什么 idea 吗，金威？我 idea 是、啊、就是谁搓球，然后另外一方跳得起来就算赢，是这样吗？就这样简单。OK， 很简单。我们一玩 BAD 吧 ，BAD， 就三个球跳不过就输啊。OK， 可以。Okay, 我先啊。啊。哇！哎，可以啊，可以啊。是这样吗？对，到你。
你要我丢给你搓也是可以。什么？你要我丢给你搓也是可以。OK 啊，你丢给我搓啊。左边右边。左边啊。OK， 就是这边啊，这边啊。啊。后面学过嘞，来。OK。OK， 这样子我拿到一个 B 了哦。Oh, OK。OK。啊，还是我 try to 搓啊。OK。try to 搓过。OK， 我 try to 搓过。OK。我原来搓也是很难呢。小心。没事没事，慢慢来，往前送。OK。OK。可以。好了好了。可以可以可以，算过算过。啊？算过算过。哦，那这样子没完没了哎。就是 maybe 我们，我下一粒我给挑不到。OK OK OK， 所以搓。OK OK， 哎 ，OK 来。好搓。哇！是这样子吗？有没有更难的？没有更难的。啊啊哦，它的原理是什么？为什么我有时候我打不过呢？因为你没有打到球头。你打到旁边，所以你要等它转到直的时候，你才去打。要精准段，要精准段。OK OK， 我们再穿一次。哎，都可以啊。师傅，我已经 qualify 成为国手了。可以可以可以，我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OK， 好，下一个环节啊，下一个环节，因为这个好像没有什么没完没了了。搓球这种小儿科、小孩子玩的游戏，我们就不玩了吧。OK， 我们直接玩单挑，挑战你。OK， 可以。我们玩五分。可以。五分。OK。惭愧，两局直落，真是败掉了。你对我的表现有什么评语吗？你觉得我 OK 吗？业余来讲是已经非常不错了。哎、欸，有那个矮叶在，有那个矮叶在。嗯嗯嗯，但是是虽败犹荣。OK OK， 虽败犹荣。哎、欸，这句话很熟哎，你是不是听到？OK， 但是现在我还有另一个更强的对手，我要跟你较量一下。他是槟城的周手，你是马来西亚的国手，我们看一下槟城的周手，男生的话可以打得赢你吗 ？OK。
现在我们去吃饭先。那、啊、吃什么喂？打完球吃饭了，吃什么？随便啊，随便啊，走。谢谢 Harry 大哥在我们。这样快行了吗？职业病。哦、private room， 是吧？是吧？这些。爱你爱你 ，OK， 不要了，不要了，嗯，也非常谢谢吴小妹帮我拿东西，知道我腰受伤，太好了，太久没有答应了，第一次答应，老板剩一片一份带走，老板剩一片一份带走，叫我，谢谢你，OK， 我很好奇你们运动员国手食量大不大？男生很大很大，你？我吃很少，因为我的身体。真的是吃很少，真的。哦、你这样看看着我，好像我讲我很肥一样哦。然后停停几久啊？停。你生病的时候停几久啊？开完刀啊，一年哦。哎，整个大肠拿出来，拿出来，整个。后来多命吗？没有大肠了。哈？剩下小肠吧、哦。好。哦，这很算很严重，算严重疾病啊嘛，这个。算如果再吃一点会大肠癌，所以一定要整个拿掉。因为他已经死了，这样没有大肠是有什么后遗症的？没有大肠，没有什么影响吗？没有大肠，没有 solid 咯，吸收水分嘛，它没有吸收嘛，直接出来嘛，所以还是水到完的哦。像小肠不可以拿，吸收营养，还是整个很恶的，很恶心啊。还是整个这样拿出来哦。很长不是？跟我平高哎，1.5米哎。哇。整个空掉哎，所以你觉得我吃的多吗？没东西啊。会对你以后有影响啊？吃药，你一辈子要吃药哦。像人家你要吃饭，人家打胰岛素这样的东西，你要吃饭你就吃药。那个药是什么作用？蠕动，因为还有小肠嘛，啊、小肠不可以拿嘛，因为它吸收营养，所以它还是死的，可是不可以拿出来。人家讲给它蠕动就吃药，你要吃饭你就要吃药。哦，你不知道这种事啊？我看到手术，然后讲说他的肠啊，我以为是切小节出来吧，原来是切到完了、啊。可以，它有两个 option， 一个是切一半。装那个 pouch 在外面，那个老人那种 pouch 啊，不可能啊。第二个、哦，你的拿整个拿出来哦。为什么会这样？他没有 nerve， 就是那时候也是，我也是找不到，他们也是找不到原因，送去 lab 验嘛，找不到原因。是从阿根廷回来，我没有上厕所3个月，一般人没有上一个星期，你嘛，脏啊，3个月很脏啊嘛。可是你3个月，我不能顶，那时候我一定要很辛苦哦，因为在阿根廷要比赛嘛，顶哦顶到很吃药。回来看一年的医生，去到北京看时间 specialist， 每一个一样讲的东西，开刀你去开刀。哇，那么花很多钱，外国人。8000-9000啊。要自己给的。给啊，给啊。啊，要自己给的。可以。他不是 injury 吗？在外国人管。他不是 injury 吗？他不是你场上的 injury 吗？这是你自己多了的。因为在外国看医生是。自己啊，自己啊，你要去 better option 自己给哦。这是运动员的天敌。没有，我没有到处讲我。不可能，我一个一个这样子去讲嘛。我讲，我健康原因哦，可以啦，可以吗？我去教让人进来，好的啊。可以，好的。好嘞。哦。老板，你可以包一个东西吗？客菜，你讲请问你要什么？还要拍你先。啊，你在这边，你在这边。你讲优先。请问你要？老板带走。就没有出来 ，sorry，OK，sorry， 丢脸了，我一社交，等一个，那个老板带走也是好笑哎，啊，老板带走，老板带走，可以，他是采工啊，采工，对，你是要买采工脸不是？啊，我叫他采工脸，哦，可以，我放在中间哎，大家一起吃啊，没，你们吃，我真的是吃一点吧，我吃我那个，你吃，因为我买一盘。啊，你们吃完，可以 share， 可以，啊，来，然后口鼻一起中哦。啊，一起！可是我是中国人，海餐，啊，中了两次啊，全部有什么不幸我都发生过啊，林哲，两次啊，能中两次？我都想要问，3个月里面他们不想有 antibody 啊这个东西咩？3个月里面就中第二次，一次在法国回来，第二次在 Spain 打完比赛过后，两个 quarantine 回来过后 quarantine 2个星期吗？要 check out 吗？开心哦。他讲，喂，你不要出来，你做一个 test。保持定我在采工，要先在里面一个月。还是之前留下来的吗？没有，我们也是以为是你待到之前，他讲因为是 different 的 variant， 不一样的东西。他们讲通常中第二次就很严重了哦。我第一次更严重，
第二次我也是没有想到，第一次因为我吃不没有嗅觉味觉，然后很喘，我就去 try 那个 vinegar 那种很重口味的东西，我就想没有味道，吃公牛，直接用空空出来。真的是受不了。你们训练国家队啊，他们有没有安排一些特定的食谱给你们？我们的干爹哦，有菜单，可是大多数我们会寄 grab。为什么会不好吃？OK， 不好说。没有不错的，是不错的，都不错的。吃到厌了啊，每天吃到厌了。这些备用嘛，要自己啃下来哦。啊，自己哦，你要吃别人就自己。那他有说好像给你摄取多少蛋白质，多少碳水化合物？有，会有，我们都有 nutritionist 哦，所以一个人一个啊？没有没有，都是一起，然后他会，如果你不要 overweight 啦 ，overweight 啦就会调整你的饮食哦，会有 diet plan 哦，基本上不会哦，所以他只会给你那些 supplement 啊、vitamin 啊、sport drinks 啊那些东西哦。你可以吃了，你不一定、okay. 你一边吃一边 okay. 一边讲这些。那他们是每三个月看你一次，还是每天跟着你啊？挂得力哦。都会做 fat test 啊， body test 啊。你去这么多国家，你觉得哪一个国家食物是让你难忘的，很好吃，连很难吃也有吗？最好吃啊，最好是日本啊，日本中国那种啊，中国也是这样。最难吃？应该没有啊，我都不挑，觉得有很好吃的不好的，没有觉得最差。能够吃辣吗？能够，很能吃，好像火锅那种麻辣。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很自律的人吗？早睡啊，吃的东西啊，不喝酒啊。该自律的时候要自律哦，就像赛季的时候啊，那酒就完全不碰了。滴酒不沾。对。可是要放松的时候，肯定就吃那些会放松一点哦。会有一个 off season 这样子啊？对。一年 off season 几个月啊？大多数都是年尾的时候吧，年底打完过后可能两三个月，然后十二月我们有好像有休假那种，就比较放松的状态。给吃一点点，我怕你没有吃，我一直问你。通常你们去外国比赛过，有时间在那边逛啊？没有，人家都会以为好像打输啊，我可以去逛什么啊？就想哇，可是其实都没有时间逛，就打输啊就直接回国。这些飞机票啊，都是国家安排给你的。对。随便的省嘛，就不会让你留在那里。还要玩，回家训练了。是啦，最大误会就是这里哦，没有人澄清。没得玩，所以是会分批回来，输完就回，输完就回，输完就回。赢了那个比赛也不能逗留是吗？还是要回哦？不能，因为回去就直接训练了啊，通常。对，直接训练哦，准备下个比赛哦，所以不能留。教练，我留多两天，我自己出钱。你给我回去 training 啊！想要去 shopping， 穿错感觉。这个人，他讲说在台湾的时候，哎，什么分享故事一下。哦，这个可以爆料吗？爆料，爆啊！可以慢讲，来，我们给两个麦讲，就是有一群人哦，原本我要带他们去 Eden 玩了的，可是国家队啊，那时候你在台湾啊，是吗？没有，我是找我的朋友，有几个国家队是我的朋友嘛，所以我去找他们哦。那时候我刚好在台湾读书，然后就有聊这些夜店的那种风气什么，然后我们就想来见识一下，可是过后我们两教练在开会就没有多去哦。可惜，不是我啊！教练手到风啊！会破我们的空投吗？水友啊，没有讲到水友名。那以后教练每一天都开会哦，每一天都点名开会。慢就不在这个重要。我这一站的房间，你退役过，你打算去中国发展是吗？去那边继续练球啊，是吗？没有练球啊，因为都不打职业嘛，是会工作然后读书。你不打算教球啊？教球，然后可能还打一些小比赛啊，那还是可以报名嘛。还是我的 patient 来的嘛。OK， 打球，所以我还是会去报，可是不是已经不是我的职业啊。不能说好像代表国家这样子啊。对。什么 hold back 你是不能继续打，是因为你每天要吃药物？每天要吃药哦，然后很多副作用，然后恢复啊那些都不是很理想哦。不很就是自己很清楚知道啊，不能当一个很顶级的那种运动员。Recovery 也慢哦，其实很遗憾呢，你才这么年轻，真的很遗憾。我自己都觉得非常的遗憾，伤感。上天在给你开一个玩笑一样，没必要关你一扇门，他开了一扇门给你了。对，然后想问你，你在国家队曾经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曾经啊，最开心的。每天要训练。
明天没有训练就很开心啊。最开心就是每次年底放假的时候。哎，不是赢比赛那种啊？赢比赛还好，我觉得赢赢惯了，我不一样了。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感觉哦。啊，比赛也是很开心，因为你努力有啊收获。嗯。另一个是因为你很久没有得回家，一年就回那么一次。如果年底有比赛，有时那个假期就没有了。放假是更开心啊，更开心，更开心。Relief， 我终于不用打了。很少有这种 family time 嘛，尤其是 COVID 关了两年在里面。然后最伤心的一件事，最伤心啊，最遗憾，最伤心啊。现在这件事情哦。Very happening 啊，退休这件事情哦，我自己都意想不到。有哭吗？当然哭啊，一定哭啊，是我哭啊，谁不哭啊？大豆也是哭吗？大豆也是哭，在。发布会是哭了很久，没有，可能这件事他想很久，拖很久啊。可是就是他宣布那一刻，还是会对对对，会流泪嘛？会，也是会啊。我没有宣布啦，我这样小，我就是很难受啦那一年，一定很伤心啊。那打斗至少要打完了，你知道吗？打这么多年了 ，achievement 那些，要就这些嘛。他还没有真正去 fight 过。如果讲说你跟大豆是同门师兄弟，或是兄妹，是可以这样讲啊？因为你们出自同一个教练的，不是啊？对对对，一样教练没有。就是那个郑炳发郑老先生啊。啊，对，一样的启蒙教练哦。哦，你是啊？是。哎，这位兄弟也是，都是打得不错啊。不错啊，不错，还不错。就是因为我没有在那边练，所以我打输你们，对吧？他的教的基本的那种技术很好，你的小孩子啊，因为你的基本要扎够扎实嘛。他教球凶吗？不会啊，蛮友善一下。哦，不会凶。不会骂你啊？会，可能他比较老一点了，他没有骂不动啊，骂不动，随便让我讲，你不要听就算了。好像大了迟一些，你就要去别位练了，是吗？对，因为他教都是基本技术嘛。如果到那种需要战术啊，体力活啊，就。不是上省队那些的时候 做 state play 的时候来练，所以你接下来就去一个叫 LDD Academy 的练啊。哇，你也懂？蛮懂啊，不然怎样做 interview 的呀？还是你偷偷下面练？没有，我有看过。哦，其实我小小的时候我有练过了，小小的时候，在小学的时候，我是给康复练的。哦，康复。但是他应该忘记我打啥样。哦，你是给他屌练啊，到最后，康复看我如果有看我比较打两叉，还敢讲教你，你丢脸了，走。讲康复名字，哔。那国家队的教练会很凶吗？会骂你像狗一样？哦，不会啊，除非你做错那种很不应该的东西哦，破坏规则啊，那种没有纪律啊，不应该的事情啊，就会骂很凶。我想，如果这样子的话，篮球教练比较火爆哎。喊哦，在场上这样子喊，因为我们可以一边教一边打吗？我们不能吗？11分才可以出声的。不能出声啊，对，坐在镜旁边那边看。讲小声都要被罚哦。你觉得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训练营或者是羽球总会有什么东西是需要改进的地方吗？OK 吧，我觉得改进 OK 啊，没有说。你说讲门不好吧，是需要改进嘛？对啊，改进啊。过来人给点建议啊，给人建议，对。没有啦，没有啦，都是球员需要改进啊。都是球员需要改进啊，抓不够好。其实他们的设施全部，福利真的是很好，这个真的是看你将去有没有把握好这些机会哦。对啊，政府比起别的 sport 的话，很好啊。政府一定是拨款最多给羽毛球啊，羽毛球是最有成绩啊。羽毛球跟足球都应该是。跳水啊。对。还有一个问题，你可以不答。如果你觉得你身处在国家队，是不是只有球技好就可以了？球技加贵人。哦，那球技跟贵人啊。单单球技不行。也是行啊，因为强的人的话就是强嘛，对吗？明白。这个声音偏不错。不，你刚说什么意思嘛？不给他们看更清楚嘛？我多 focus 是不是啊？对对对。因为有一次我看到，通常是这样子，因为他们拿到很近，那个东西很小，所以要 focus 不大嘛，所以要就要这样给他 focus。那有一次我看到你的影片，你不要在很远的位，这样。没有，我就是那种要就是假学他们这样子。哦，我不是要真的给他们 focus。明白明白。我现在给你一个环节，就是二选一。我讲两个，你选一个。给他 All England or World Championship。
World Champ。哦 ，World Champ。因为你觉得 World Champ 比较值钱啊，比较有分量。哦，你认识，因为它是最古老的比赛吗？嗯。World Champ 就是世界冠军哦。所以世界冠军的头衔比较响一点啊，世界第一是吧？你是这样觉得啊？啊，都没拿过。啊，可能也是这样的原因。这个不是 B。那如果 World Champ 跟 Olympic 呢？Olympic 也是啊，马来西亚没有拿过。邓紫佳跟拉拉。尽量我不要问本地的球员，因为你一定很难选啊。下一个二选一 ，Taufik 或 Peter Gay。Taufik。Taufik 啊。嗯。那怎么比较帅是吗？很特别哦，我感觉他的打法很近啊，一直出那种意想不到的球。意想不到，估摸唔到诶。啊，估摸唔到。那你会因为估摸唔到，有看周星驰戏啊？有啦。谁没有看？我心里住着很老的灵魂，懂吗？零零后 ，Of course。零零后哎，竟然有看周星驰，不错。OK， 下一个，左手持拍还是右手持拍？左手。参透不懂你啊，左手球路是不一样的。嗯。哎。下一个，李龙大还是傅海峰？傅海峰。啊？傅海峰，李龙大。不是李龙大比较帅吗？傅海峰帅，那个眼睛。我应该比较喜欢李龙大不呢？男生跟女生眼光不一样。是哦，怎么会？好棒啊！帅啊！我是觉得女生会比较觉得李龙大帅，李龙大还是比较斯文，他那种男人味。连我妈都觉得李龙大帅啊！嗯嗯，傅海峰啊。傅海峰也是帅，傅海峰也是帅。男人味，成熟。呀，成熟男人。下一个比较简单啊。日本餐还是韩国餐？日本餐。嗯，对了，今天。对呀。槟城还是吉隆坡？应该蛮容易的。槟城啊。嗯。吉隆坡很险是吧？吉隆坡娱乐地方很多，可是我喜欢比较 chill 的，在自己家乡。才遇到你们吗？哎，对，才会有机会做到这个访问。啊、足球还是篮球？篮球。篮球啊，平时会有打篮球啊？平时以前啊，就是说我们可以从 BM 出来的时候，因为 COVID 嘛，我们 lock 在里面嘛。Before that， 我们会打。里面有篮球场吗？因为关在里面太久了，然后我们直接买一个篮球架，想象一下。啊。所以我们是很喜欢篮球的。哦，你跟子佳们一起打啊？嗯。像他们真是很不给脸，一直盖我球，很没有一点见都面都没有那种。那女生应该就很少会喜欢足球，我觉得。嗯。可能你懂足球明星吗？有知道吗？对。General 应该懂啊，讲一个来听。Cristiano 啊 ，Messi 啊，男人味，要有男人味。决赛帅吗？哦，他的 celebration 哦，下一个二选一，这个有点会得罪到人。嗯，不要打，不用紧。嗯，陈宇飞哦，小戴之音啊，是，我准备选吴景威哦。OK 啊，选吴景威。二选一得罪人，就是不要这两个。OK， 我们 skip down。OK， 最后一个问题，你希望你是有一次的金牌，还是有三次的银牌？三次银牌。再没喊水。没有。这样子讲，运动员都想一次的金牌吧？最高荣誉。如果是一次的话，就退休那种嘞，感恩。可以感恩。其实大多数人也会选这个吧。OK。好，今天的问题呢，那给我吃完再回。打你。B。OK， 好，今天就到此为止。非常感谢我们的国家队吴景威选手赏脸来给我们做一个 interview， 跟我打球。谢谢。那他也是有经营一个 YouTube 频道，如果你们想要看影片的话，我会放在 somewhere 这边。OK， 好，下次见，拜拜。如果你们有想要买球拍的话，可以来找这个老板 ，Eternal Sports 是吗？对，Eternal Sports。